卡迷你世界中的卡卡，他是一个男孩子，身穿短袖。官方大大说，他从小生活在原始人部落中，用一身野外生存的本领。但是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其实卡卡的真实名字并不叫卡卡。你们难道不好奇他的真实名字究竟叫什么吗？如果你在迷你世界中的新手村也见过卡卡，那么亲爹一个赞。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，我们发现其实卡卡的身世并不普通。他的爸爸就是迷你世界中最强的人，大英雄祖卡。他的爸爸姓大，并且当大英雄祖卡牺牲以后，卡卡就一直和酋长生活在一起。但是我和学姐发现，酋长的真实名字也不叫酋长。迷你宇宙中说，其实酋长的真实名字叫做酋长巴拉贡，巴拉贡才是他的真名，并且他非常的喜欢卡卡。所以说其实卡卡的真实姓应该姓大，并且卡卡也非常厉害，他最后成为了部落雄鹰卡卡。你手机表情包中的第一个就是此时卡卡的心情，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，我们看一下。那么卡卡的真实名字究竟叫什么？我和学姐发现，其实官方大大在新手村中已经告诉我们卡卡的真实名字了。当我们点击创建角色以后，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卡卡。官方大大说，他的名字叫大牛，并且和他爸爸大英雄祖卡一个姓。所以说，迷你世界中的卡卡，他的真实名字不叫卡卡，叫大牛。你们知道了吗？